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。卖报卖报，著名小生盖叫天拒绝给日本人演出，被打断腿。卖报卖报，西洋进口的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珐琅、盘胸针、琉璃、发夹嘞。卖货的。哟，李大小姐，熟客，我得把这一件拿出来给您品一品。这套头饰是羽歌班的前台柱金玲的。羽歌班不早就散了吗？嗨，要不说是前台柱呢，戏班子散了，东西卖给我这种小货了。可有钱小姐都上什么珠宝店去卖首饰了，我这儿也就李大小姐这样的识货人还看了。好东西在识货的手里不是挺好的？这套头我收了，钱你收着。哟，谢谢。你下次能不能来早点？我们这一行就像天上飞的雁，春暖雪融就去北方，露寒叶落就来南边。少跟我贫，我等着看你下次给我带的货。空气里回荡躁动的声音，有些人已慢慢老去，有些事儿也想不起。卖报卖报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，多方到场庆贺。东洋进口的胭脂膏，西洋进口的香水嘞。卖货的，你怎么敢卖这些贱玩意儿？看着贱，价格却贵，这种颜色特别衬你李大小姐，要不试试？我哪算得上什么李大小姐哟，还真好抹。我卖的当然是好物件，不然李大小姐怎么自16岁起就每年都候着我来呢？我哪是候着你，我是候着南来的大雁。你还记着这茬呢？哎，只是这世道，我你就没想过开间铺子稳当点儿？李大小姐在城里大概不知道外头多乱，开铺子可能过不了两天我骨头都被人吃了。这么可怕？吓着你了？其实也没那么可怕，我争取来年再来。我看曾轰轰烈的风，来一份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姐姐。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看见那个货郎？就是那个每年来这儿晃悠几天就走，专卖首饰、胭脂这些个物件的。没有啊，他是不是半道上那什么了，或者改行了？行，你要是看见他了就告诉他，胡同口的李大小姐可等着他的好货呢。好的，姐姐。这是个梦，这是个最真实的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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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踏着风，我踏破七彩云巅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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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这是个梦，这是你也曾做的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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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不怕时空，我敢曾轰轰烈烈。是你？哎，还以为李大小姐你也走了呢。正准备走，我听人说这儿不安全了，就准备搬去苏北找那里的亲戚。也是，听说这儿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。对了，我这次来带了几件货。哎，倒不是手头不宽裕，也不是信不过你的货，只是我这儿眼看就要搬了，恨不得物件能少一些。哎，我也要走了，这些都是压箱底儿的，我想替他们找一户好人
家。走，去哪儿？我想为天下能回到那个我能好好做生意的天下尽一份力。已经填了表去从军，愿我还是来年夜，到时一定还给你带好东西。